部都是一样，红色是。有红色是加巴克底，什么什么。后面配件都看起来它就很白。嗯，而且这一台的颜色很，对，很有气质。它的身价3400万，快3400万。那原车呢？原车大概也是2500万起跳。但是我是说你的，你要把它改颜色。对。因为这个颜色超级不喜欢了，因为它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颜色了，没得选择了。这消光红，这颜色还花了150几万去选色的。哎呀，对，现在准备改成什么？一副一样的东北大花颜色，比较年轻时尚。又内敛又有气质的消光红，胡汉也说他看腻了。就在10多天后，他真的把 Lamborghini 大牛变成了东北大花牛。顶天全球独一，非他莫属了。不止如此，他现在的业务量全亚洲有14个据点，年营业额飙破30亿。而让人最觉得很狂的是他的私人车库，有非常多的宝，带你一起去看看。看到没有，这一整排的超跑基本上呢，牛马蛙都具备在这里了。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有还有很多的车。所以今天要见到的这一位是传说中的传奇人物，启德机械的董事长胡汉也，胡董事长欢迎你。嗨，胡董。哇，终于见到本尊真容了，真的很吸引大家的目光哦！今天看大家来，大家看你的车，好，都是限量款哦，而且车牌号码都是8888，一定要发，对，888，真的好。所以先讲到我们这一步，第一步，911全球限量的，天哪，有看过吗？这是硬顶敞篷的车，全球限量900多台，哈嘎。对，而且这很难买，透过观音堂买得到啊。而且要有资格，即便买了不少台，还能够买得到。所以这些还不容易。现在全台湾有几辆？应该是大概就个位数吧。就个位数。所以大家真的有幸今天可以一见到它。然后最厉害的是，它的 Targa 是空金的。它自己可以选配。好。它选配你要选金色的，就另外要加费用这样子。不然它是个银色给你这样，原本是银色，对对对，但金色就是不同凡响，有没有？总裁范就是那个金色。那边选的话100多万，来再说1400多万，所以总价加起来已经超过1500。它的配备，它算是因为它的内装没有像其他车一样，对，对，它是自己原本的原装，对，原装就这样，配色的没得选择，就有一些四条，你可以选金色的，还有一些动力啊，反正一些配件，对，但是就是它是原汁原味的最经典款，对，最经典款。这一台，也是限量版迈拉伦，对，765，它好漂亮，好美哦。对，光这外观熔岩玉的颜色就220几万。哦，你说选色吗？选颜色哦，哎呀，这台快3100多万，你知道？迈拉伦765LT 也是全球第一台哦，整车叫黑的部分全部给它烤成红色系，就感觉很霸气。就是它下面这边啦，难怪我觉得不太一样。对，包括车门的下巴啦，包括在这里的我花了220几万，整车全都融进去。那你会开出去吗？会啊，然后会溜车，不开车会没有电。对，要出去溜车，那应该让大家都很羡慕吧？一路上看到就对，哎呀，豪华，大家都很会拿手机来拍这样子。所以它是硬顶敞篷，对，硬顶敞篷，对，全球限量，现在700多台，765就到760台，对，然后其中一台在这里，对，它有编号吗？有编号，好美哦，我忍不住想要。可以摸吗？哦，对啊，很美。小牛，对，小牛的颜色，这是最新款的颜色。
色，还有两件最起码，包括里面内衣装也是同样的颜色去提光具的做。哦，这台车也选择配备，总价是2200多万。哇，为什么会想要用荧光绿啊？哦，因为我蛮喜欢亮色系的，是像这样一样。哎呀，看起来很年轻呐、啊，很年轻、啊，对。不然一般的车子全部都是黑色，我觉得很。要不黑色，要不白色，要不对，就单色系，所以你刻意也把它弄成了选配成青绿色的。对，小牛就是有那种活力奔放的气氛哈。小牛这台光像选配要花多少钱？全部加价2200万。啊，单车，单车大概1800。1800，光选配就400多万了。哦，很厉害，小牛旁边这台更强。这才是大牛，对，而且号称是全台湾最年轻的大牛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我进来小牛之后呢，那个他们的小老板赵俊会哦，很有精彩哦，目前就最绝版的，主要都是出油电车的，啊，是最后一版最年轻的大牛，这就要跟着进来了，问我要不要，二话不说，马上就车子没看到，配备没看到，马上就签约了。然后也绝版了，因为后面也没有了，对，也不会再进了，也都没了，对，都是旗舰，所以它是最年轻的大牛，大的大万，而且它也是一样啊，你看全部都是一样，红色系，有红色系加八色系，动力配件都看起来它就很霸，嗯，而且这一台的颜色很，对，很有气质，它的身价3400万，看3400，对，那原车呢？原车大概也是2500起跳，但是我是说你的要把它改颜色。对，因为这个颜色超级不喜欢了，因为它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颜色了，没得选择了。这消光红，这颜色还花了150几万去选色的。哎呀，对，现在准备改成什么？衣服一样的东北大花颜色，比较年轻时尚。一定要这么提花就对了。对，哎呀。为什么？因为。我喜欢亮色系的车子，就跟我穿着喜欢亮色系的这样子。对，就跟刚刚讲的小牛一样。对，哎呀，要越亮越好。但是你这样子出去，就是大家都在注目你啦。对啊，就是要让大家都看到你。对。但是这有个问题哦，就不能随便乱来。对。因为当你成为目光焦点的时候，对，所有的行为，这也是一种修身。对，所以说我在外面哈吃东西很优雅。常常吃东西以后被人家看到网红就在偷拍了，你知道吗？上那边哈，上群组哈，然后呢，然后出去讲话都要很小声，心生细语，不能生气，不能有不好的表现，对，免得到这边上了爆料公社，哈哈。这也是一种修养行为。对，又内敛又有气质的萧光侯，胡汉也说他看腻了。就在十多天后，他真的把 Lamborghini 大牛变成了。东北大花牛，顶天全球独一，非他莫属了。旁边这个也很厉害，对，这个颜色也是，这个出去大家就知道胡总来了，胡总来了，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哎呀 ，G Car， 对 ，G63，这台车呢，车价呢，我们去买一台也才800多万哦，将近900万，将近900万啊 ，G63。然后呢，它是德国哈原厂哈，就是等于是有一个 Hub 专门改装公司，日本这车比较有钱，他就把你改装到比较有点机会。Brabus 对，所以说它这台车我们有编号，我是29号，但是全球啦，它那个 Brabus 原厂说是这一台是在原汁原味在那边改，光改的车价全部完毕是2200多万。哦，所以说花了快1300多万，1300、1400，1400在改车，对，在改车，原价快900，然后改到变2000多，包括颜色啦，它的钢圈啦，包括它的里面还有一些座椅，我里面是星空的，全部是黄色的，屋顶踏座全部黄色，包括屋顶的照射灯啦，还有最主要它马力从原本的400多匹变成800多匹马力，这发动起来很壮观，这个。哇，厉害的是钢圈，刚特别讲到这钢圈，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它超大。对，这一颗超大。对，很少有人弄到这么大吧？钢圈，很少有人弄到这么大吧？很少用。然后还有里面的内装，清一色的黄色，跟它的车底是一样的颜色，都是黄的。对。然后最厉害的是那个天花板，对，还有星空底，也是黄色的。星空底别人有吗？没有。对，很少有。
说的几乎没有在选轻工具，对、啊、好像也没这个配备可以选。哇！现在八九妹可以选就很好。你是因为你在改车子或选配备的时候，你都一定要选到最好的，这样吗？对，最好的，知道它有什么餐点，一定选到金泵这样子。一定要顶天。顶天，对对对，这样买了才不会后悔。哦，因为既然是要收藏的经典款，对，哦，就要最好的。那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，这是不是也是你的这个哲学？对，就是我爸常见给我们三个哲学，就是什么？安全、责任、荣誉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座右铭。